哎呀，首先排除，周深。一会儿公布是你的时候，我们所有人都要装作啊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是你？好啦，你说说吧。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去北京考试，对，然后去考的艺术特长生，对，然后他就这样啊，就到了那肯定想拍张照嘛。是。因为什么没有找更年轻的照片？因为我们没有小时候没有拍过照片。 哦，就爸爸妈妈都很忙啊，包括什么之类，所以没有人帮我拍过照片。但真的是好青涩的那个面容，真的是哇，一个小男生。对，就看着就很年轻啊。好，我们看问题是什么？上午、中午、下午。哈，这个，我想想，这很简单。你要根据那个日照，那个方向。 根据日照，我地理题。那个角度，这边的位置是哪边？天安门是坐北朝南。坐北朝南的。救命！它往向东边的上面的时候是在这边。OK， 上午。OK，3、2、1，上午。啊！正确答案是中午。你怎么猜对的中午？你怎么猜对的？有，我感觉眼睛有一点点眯。对，然后阳光最烈的时候，然后当时我的影子其实你看其实没有什么影子，所以就当时那个太阳它已经挪到正中间背后了，所以它就是照在头上的时候的影子。下一个。 哦，肯定排除小女孩嘛。左边是我们的蔡老师。蔡老师那会儿应该是黑白的呀。你们什么意思？一会儿要是蔡老师放出自己的不是黑白的，怎么办？不是，因为我爸妈的小时候就是黑白的呀。但那会儿照片可以上颜色。完蛋了。这样。 先让蔡老师说说他这张照片发生了什么。啊！你看那个眼神，主要是去到一个乡下去看我一个远方的亲戚。哦。爸爸就说你买的给他喝啊，我就舍不得，我就自己那坐着喝。蔡老师编不下去了。真编不下去，太难了。啊？不是蔡老师吗？ 哪个是你？哪个是我？你为什么要剪短发？我气死我了！你猜是左边那个是他？我故意的。这很明显，右边是我，这小女孩是我吗？我妈跟我说我小时候非常凶。 因为没有那个饮料，对，没给你喝上。我就跳起来去把那个小男孩的额头咬了一口。啊！你跳起来咬人家额头？哎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来长大之后有更好喝的饮料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这表情得是克群哥了吧？对，从小就叉着腰。你在看什么？没有，那时候只是我妈帮我拍照嘛。那个黄色是个啥？是个星星吗？太阳吧。 那太阳也那是不是画的？什么？哎，等一下，没看。哎呀，出现了几根手指，它是斜着的，有可能是八根。9根也有可能啊。那万一他喜欢这样站呢？8根，8只，7只。Come on，Yes， 8根，我数了。啥的？这是我小时候就是会觉得自己很牛的拍照的样子。那你后面是反光？贺晴哥，那你现在是怎么拍照的呀？现在是这样。小时候就已经开始这样了。小时候开始了，小时候看健美比赛。好，我们下一道题。 哇，小美妞，哇，这个一眼太明显了，左旋嘛，太明显了，这明显啊。
那小脸蛋晒得跟小苹果似的。这个是当时我因为喜欢看那个樱桃小丸子，然后让我妈妈给我剪的那个樱桃小丸子头。她的发型。有几颗、啊？这个不知道了。啊、小时候，你看我现在干什么？这哪儿？这哪知道呀？看到了，我知道，信我选 C， 不，不行，左边一颗，随便写，随便猜吧，去居中吧。对，答案是，哎呀，没有洞，你也没对，你也没对，那你那个上面的那个点是什么？左边那个点是个窗。都开始玩字眼了吗？都开始整这种了哈。其实我们其实是明明有看到有个东西的，对。然后他说他是个窗，然后拿豆来迷惑我们。我好想体会一下能够猜对题的感觉哦。来，我们下一道题。哇哇哇！哎呀，哎，这就对了嘛。而且果然是黑白的，果然是黑白照片。这个是在。76年的时候，76年的，我爸妈还没生呢。76年怎么了？你爸妈？我爸妈刚生。爸爸妈妈刚出生啊？刚出生。76年爸。这个时候是在演出吗？演出啊，这个演出是什么呢？是国宴的演出。哇哇！演出的地方呢是在人民大会堂的国宴厅。哇。当时是欢迎这个西哈鲁克国王和夫人的国宴厅。哦。当时坐着的，我记得中央首长有邓颖超奶奶，就周总理的爱人邓颖超奶奶。第一次进大会堂彩排的，对于我来说，真的那就是懵了自己。看着如此耀眼的那个国宴厅，看着那个巨幅那个画像，江山如此多娇，然后上了一个个台阶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小腿都在抖。一共有五个节目，前边的是少儿的一个舞蹈的节目。跳的是我爱北京天安门，我记得很清楚。哦，我爱北京天安门，天安门上太阳升。对，然后我后面的节目呢是中国的民族器乐的《春江花月夜》。哦，《春江花月夜》。压轴出场的是谁？啊、哦，那就是我们国家这个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大歌唱家，就是郭兰英阿姨。哦，我的祖国。我是第三个节目，我是整场的唯一的一个童声独唱。独唱啊！哇、哦，那会儿就收了舞台，唱的那个年代非常重要的一个电影的一个主题歌，叫《小号佐之歌》。转眼，哎呀，50年过去了。哦，这才叫人民的艺术家呀！向蔡老师学习。来，我们看一下问题是什么吧。发的是哪个音？红，红也有可能红。红，收，收，红，好，收，红，好。我觉得那会儿小朋友的表演应该会严格根据歌词来表现自己的动作。对的，对的，就给出的动作。所以说大概率应该是手。手，我也觉得手。来，三、二、一。正确答案是。答案是。哎哎。哇，现场演绎。来一遍。对。这刀响的词啊。好可爱！我不知道这是前奏是吗？他要从 intro 开始讲。现在到主歌了吗？对，军号大大的吹，来了游击队，红旗迎风飘，迎风飘。飘。这合理吗？军号大哥军来了，游击队，红旗，对对对，来，我再重新表演一个，坐，
三。军号大的吹，来了游击队。红旗迎风飘，红旗迎风飘。红，红，对。耶耶耶耶耶。红旗迎风飘。更多精彩，请关注周日晚《山楂树下音乐园计划》。下一个，萧煌奇。大家好，我是萧煌奇。看老同学，一直给别人写歌，好会写。你要这样写吗？眼眶都红了。这首歌可能会成为我出道17年最红的一首歌。到时候一起唱，那是我莫大的荣幸。这个歌，哥哥肯定完不成。爆灯开始。这我的直播机会呀！完蛋。我就是牵手失败。会出现这个场面吗？感谢独家冠名山楂树下，感谢特约赞助中国澳门美高梅，感谢特别赞助有成肉松家烘焙。